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周邦彦词在艺术手法上的一种深入开掘。周邦彦他对北宋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艺术手法的深入开掘方面。周邦彦甚至最终改变了词的创作模式。在周邦彦以前，北宋词人的创作主要是因为情感的蓄积，经过外在事或物的触动，自然表现在歌词里边。也就是说，内心感情积累起来以后呢，经触发而自然的表现在文学创作里边。那么这样一种创作过程，叶嘉莹先生称之为自然感发。到了周邦彦，这改变了这种创作模式，它改为呢精心构思、匠心安排。也就是说，周邦彦是以精心构思、匠心安排作为创作的出发点的。周邦彦政治上没有太多的理想，仕途上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一生仕途虽然不能尽如人意，倒也勉强过得去。他不必像刘墉那样为人生出路，或者说为一官半职浪迹天涯、奔走豪门。周邦彦的心态相对平静，于是他就专心致志于歌词的创作。周邦彦最初在太学任职的时候，五年时间不升官，那么更加尽心尽力于呢文章创作。以后呢，在各地做官的时候，或者再回到京城，也没看见周邦彦在官场上有什么作为，他只是将自己的情感经历都倾注在歌词的创作中。周邦彦对现实关心既然是比较淡漠，他的歌词内容就不会太开阔，他也无意用词去表现外在丰富多彩的世界，但他的作为和苏轼一定会不一样。他灌注精力于歌词创作，集中体现在艺术方面。那么他在艺术上的开心，也就是在艺术上的新的创造，也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格律精严，讲求事生。词是音乐文学，不熟悉词的音乐特征，不精通词的音韵格律，就无法在艺术上有所开心。而在歌词创作方面做出艺术上的创新，必然首先要涉及到音乐方面的创新。周邦彦正是一位精通音乐的词人，宋史周邦彦称周邦彦呢好音乐，能制度曲。他把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堂称为故曲堂。那么往年他也因为精通音乐被徽宗任命为大圣府提曲官，这一切都说明他精通音乐。这个故曲堂呢有一个典故来历，说三国的时候周瑜精通音乐，即使他喝了三大杯酒，下面的这个歌女唱歌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音符唱错了，周瑜会这个下意识的转过头来去看那个歌女，就是有一点音乐上有一点错误，他立刻就会听出来，很敏感，对音乐太精通了。所以呢，当时呢有俗语说曲有误周郎顾，正好周邦彦也姓周，他在词里边经常以周郎自称，他把自己家的这个堂称之为故曲堂，这一切都是呢他呢以这个精通音乐而
那个自我夸耀。据当时《宋人笔记》记载说，江南有某一位音乐家，他每一次创作了这个新的歌谱以后，都要拿过来给周邦彦填词。所以呢，周邦彦的词集中有许许多多这个新添的这个歌调。我们把它仔细统计一下，就是第一次流传到今天，第一次由周邦彦来填写的词调，一共有46首。那么，周邦彦那个流传下来的词呢，他一共用了112个调，其中有46调是新的，所以呢，他的词在他的词集里边呢，有41%的歌词是新的。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边这么说。说读先生之词，与文字之外，续更为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鳌怒之中，炙扰何往？漫声促解，繁会相喧，清足一扬，鲁交吧。也就是说，宋词的音乐现在失传了，我们无法去这个通过歌唱或者演奏来体会周邦彦词是写得多么好。但是呢，王国维先生说，我们可以通过吟诵周邦彦的词去体味他那种音乐美。南宋词人里边就有严格的按照周邦彦填词的这个平常去入四声去填词的，可见周邦彦在这方面呢很精通，写得很精美，给后人一榜样。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说能唱周邦彦歌词的歌妓呢，都身价呢都是百倍的，所以这是周邦彦词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的艺术成就第二方面呢是言情体悟，穷极工巧。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作家，就会力图细致准确地捕捉所叙述描绘的事物，写出它的显著特征，借此来传达自己的情感。以周邦彦的6丑《蔷薇邂逅》作为例，词说：正当衣饰酒，看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意，一去无迹。未问花何在，夜来风雨，帐楚宫清果。钗钿堕处倚香者，乱点桃溪清芳流沫。多情未遂追昔，但风梅蝶死，是口川歌。东园曾记，见朦胧暗壁，尽绕争重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千衣带化，别情无几。长影小强脏经者，终不是一朵钗头唱鸟，向人凄恻。漂流处，莫逞潮汐，恐断鸿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这首词标题是咏落花，是咏蔷薇花的凋落。全词细花伤春，标志着作者对美好事物遭受摧残而产生的惋惜之情，同时也夹杂着诗人自我身世不幸的感伤，对旧情的眷恋等等复杂情感。开头3句是侧面交代，虽然没有涉及到蔷薇花落，却交代了特定的时令，诗人客居的环境和怅惘凄凉的心情，从侧面引出惜春的感情。接下来3句从侧面惜春转为正面惜春，未问花何在，一直到了篇末。那么作者的这个词笔再也没有离开蔷薇邂逅的主题了。诗人拿美人来相比拟，展开想象，说蔷薇花瓣
像美人的钗垫一样散落在地上，遗留着幼虫的芬芳香味。它们飘零在桃李，它们飘零在桃柳成荫的小路上，飞飞扬扬。这是赞楚公倾国的具体化。那么在词里边，作者将视觉、听觉、嗅觉融合在一起。词人用这些细节勾画出一幅春去花落的衰煞景象。上片转换多种角度写蔷薇花落，那么都是多愁善感的词人心灵所展开的丰富多彩的联想。诗人在寺中望着户外，有所思有所感。那么由于这一股戏春山花情绪的反复纠缠，词人终于走出了房门，漫步到了东园，在花丛旁留恋不舍。长条桑榉写花对人的留恋，只有蔷薇花的花枝有刺才能够勾住这个词人的衣服，所以词人说长条固若行客，是千衣带花，别情无几。蔷薇伸出长长的枝条，用它的尖刺勾住行人的衣服，好像也有一番情字缠绵的话语要诉说。那么长缨以下再回到人对花的留恋，诗人偶然看见蔷薇花枝头躲过了风雨摧残所留下来的残花，于是顺手摘过来戴到自己的头上，用这样的动作来表达戏花戏春的情感。这个时候诗人突然又非常伤心地想到，如果这朵花盛开的时候摘过来戴在美人头上，唱唱袅袅，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景色呢？而自己作为男人带着一朵残花，这是双重的不协调。那么这种双重的不协调和难堪，也就衬托出作者这个时候落寞凄苦的心境。那么到了这时候，词写到这里，一种时光流逝，华年不再，良辰美景已成沉寂的无可奈何之感，一洋溢于言外。院中既然除了落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此人只能寄情于落花，所以词的结尾飘流处无句，就是对落花的殷勤嘱咐。用红叶题诗的故事，此人生怕眼前潮水飘卷而去的落花上也体有相思诗句，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看得见这些伤心的诗句了。相思字的典故是否又牵引出词人对旧情的怀念呢？这些都留给读者继续回味。那么这首词就是抓住蔷薇花的特征，那么写出蔷薇花的这个凋零时候的那种悲苦的意象，寄托了自己的身世感伤。周邦彦词艺术的第三点是结构细密，曲折回环。周邦彦在柳永词的基础上大量创制慢词，进一步吸收并发挥魏晋词赋家铺叙的技巧，特别着力于布局谋篇，注意结构上的曲折回环和前后呼应。他能够巧妙地把多层次的作品融成一片，既照顾到词的整体结构，又注意到局部的灵活动，又注意到局部的灵活置入，改变了柳永词以前依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结构的做法。晋人夏静观说，其清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诗胜于其清，大成于清真。夏清观的意思说，柳永的词都多是平铺直叙，
到了周邦彦的时候呢，就改变了这种这个结构方式，改为呢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所以呢，慢词呢是从柳永开始兴盛的，但是呢，真正的创作高潮呢是在周邦彦的时候。具体的说，柳永词多依照时间顺序做流水式的铺叙。那么袁兴沛先生称这样的词的这个写作方式叫线形结构。比如说柳永的《雨霖铃》是从长亭映酒送别写起，一直写到雨歇，这个兰舟催发，写到离别的时候李咏的执手相看，以及分别以后的想象。想象呢也根据呢今宵酒醒何处到此去经年的这个时间顺序展开。从时间发展来看，这是一个线形的连贯过程。柳永依赖分别以后想象，对平铺直叙的层次补叙，读起来也是一波三折，充满艺术感染力。但是这种线形结构缺乏更多的变化，没有给词人留出太多腾挪回旋的余地，艺术天赋和功力稍不如柳永的作家，就容易流于平淡寡味。周邦彦的词则打乱了时间顺序，多用这个倒叙的手法，或者说倒叙插叙相结合，依据自己心灵情感的流动过程，有开有合，回环往复。那么这被袁兴沛先生称之为环形结构。唐圭章先生《唐宋词解释》选周邦彦的词16首，每篇都是侧重于的他的章法结构的分析。也就是说，这个唐圭章先生啊，都是侧重于这个周邦彦词的这16首词的这个结构上的分析。比如说以他的《兰陵往柳》为例，说柳莺子烟里丝丝弄碧，水体上成见几方，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是京华眷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因着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喜，梨花渔火吹寒死，愁一见风快傍高波暖，回头调底变数亿，望人在天北，七侧后堆积，见比普银毁，金吼成尽，斜阳冉冉春无几，念月写携手路桥文蝶，沉思前世似梦里，泪暗地。这是一首送别词，表面上是咏柳，事实上是写别情，中间也还寄托着作者这个仕途失意与身世飘零的感叹。这首词呢与前面的少年友呢一起这个故事呢是相连接的。据说呢这个周邦彦写了少年友这首词以后呢，就是写徽宗和李师师的事情，徽宗听了又很生气，觉得这个周邦彦暴露他的隐私了，就把周邦彦贬官贬出了京城。那么宋徽宗再到李师师家，那么看李师师不在，问呢就说李师师呢送周邦彦去了。那么等了很久李师师才回家，而且呢眼睛哭得就有点红肿了。周邦彦就问这个徽宗就问了，说你干什么去了？李师师说我送这个周邦彦去了。宋徽宗说他走的时候有没有写词啊？李师师说有的，写的就是这一首《兰陵挽柳》。结果呢李师师唱完这首词以后呢，徽宗听得非常高兴，觉得这个周邦彦真是有才华，立刻又把周邦彦追回来啊，不贬官了，让他回京城做官了。那么这首《兰陵挽咏柳》呢一共呢是130个字，它是分成了三段，第一段咏柳，第二段呢写送行，第三段写别恨，层次是既复杂又这个井然。周邦彦他发挥了柳永以来创字长调的艺术手法，不仅仅能够层层铺叙，诗中不懈一笔到底，而且还致力于结构的严整与富有变化，
呈现出一种呢回环曲折、前后呼应、疏密相间和不挤不离的特点。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是作者善于抓住一个细节，把全词串联起来。这首词中的那个细节呢，就是柳，它是咏柳，所以这个柳呢是贯穿全篇，词以柳开篇。那么所有的这个从头到尾字字句句都是在写柳，他写到了柳音、柳丝、柳色、柳形、柳态，还有折柳送别。第二篇中虽然是写送行呢，但是梨花渔火一句仍在写柳树。第三批言第三段呢写别恨，似乎与柳呢离得更远，但是却仰然让春无己这个广角镜头之中，不仅包括了行者的船帆、送者的码头，同时也射进了摇动的柳枝。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周邦彦是驾驭语言的大师，他往往用优美的语言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有时他的语言精雕细刻、赴宴精工，有时他的词有口语白描如家常话，他还巧妙地化用前人的诗句不露痕迹。那么前人对周邦彦这方面的评价非常高，沈亦甫乐府子谜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切勿一点市井气，下之用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金石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张野词源也说，每成赋一代诗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又说，每成词只当看它浑成处，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汝自己者，乃其所长。那么这一方面呢，可以以周邦彦的西河金陵为例。词说，嘉丽帝南朝盛世水际，山为故国绕清江，际缓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墙遥渡天际，断崖树犹道一，莫愁听子成迹，空余旧迹郁苍苍，不成放垒，夜深越过女墙来，三星东望淮水，九溪戏鼓胜出世，想依稀王谢淋漓，燕子不知何事，入寻常巷母人家，相对如说新王斜阳里。这首词写金陵怀苦，全篇是从刘禹锡两首诗歌中画出，一首是这个狮头城，一首是乌衣巷。那么徐昂霄评价说，清朝的徐昂霄词中偶评价说他呢是引阔唐诗，浑染天成。周邦彦通过自己的创作在词史上赢得了很大声誉，甚至被称之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那么南宋的陈玉在《禅意化喻》中说，200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四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周邦彦所开创的典雅纯正的词风到了南宋的时候蔚然成风，直接影响到姜夔、司达主、吴文英、王夷孙、张炎等人的创作。在艺术创作方面，周邦彦的词是对北宋词坛的一个总结，承上启下的功劳。
承上欺下之功不可没。陈廷佐因此推崇说，此字美称南游大宗，前收抒情之宗，后开将死之诗，自有诗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伪之者以囊出其范围。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对周邦彦词的这个整体介绍。